连马总统在公开场合，他都不敢讲这种话。在邓建豪录起来给马总统听。中华民国哪个官员敢这样说？公开场合拍他就要被逮捕。我刚拍了那么多个都没事，为什么不能拍他？他说的啦、啊。你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在收证啊。下令给警察说，只要我拍他就要逮捕我啊。我们接下来全部放在粉丝页上。中华民国谁可以下这种命令？你们现在全部都这边放火大，要收证啊，司法收证啊。上次法务部有说你们之前说能不能收证，那一场我有去法务部，派法务部说可以。法务部还有个解释函说你们在执勤的时候不能公民不能收证，那一场我有跟台全会的人去，再去你们行政署话去法务部，后来法务部的解释函是说可以收证。